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，中方坚决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，滥用出口管制措施，对中国企业实施歧视性限制。这种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，扰乱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，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利益，乃至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。中方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。若美方执意升级管制，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，坚决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。